好的，我已经进入第四轮的新攻略的资格赛，四个提示，第一个提示，请看五秒钟。文化这个来了，刚好文化有两个，文化之光谁呢？哪知道？第二个提示，看一下十秒钟。中华男篮，啊，完蛋了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太多了，文化那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文化体育打中华男人的太多了，几个字？我很想按，名字应该三个字，我现在就可以按了吗？我按，哇，读了，啊，中华男篮是文化体育出来的，很多人都只能猜一个，其实你是唯一知道，对啊，为什么再多看一个提示呢？没有，我觉得我旁边的 Apple 他有可能知道，对啊，我已经想按了，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按下去，我怕。展元，你答错了，你就是当选人了，你知道？你就是猪头当选人哦，你还不是候选人哦。我真的赌了，哎，我多看一个，我绝对答对。答案是陈信安。陈信安，请问答对了没有？徐展元的整个竞选服务处，他已经个人宣布当选，恭喜，恭喜！原地呼吸休息。我跟你讲，林嘉怡他根本没有在看篮球，完了。开啊，我死定了！来下一个提示，三个字啊，三个字啊，请出。嗨，哎，哦，完了，这跟我原本想的不太一样。哇！这跟我想的也不一样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可以猜吗？呼之欲出了，你怎么会猜？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跟态度有关。我原本有两个，但我现在要选一个。来说，陈建州。陈建州答对了没有？我本来。你如果没有把它答出来的话，你该死。我要出来了。坐好。我不是猪头哎。各位仔细的看好那一公一母的画面，来，马上进入 Apple 的九格攻略赛。你的开心我是可以感受得到，对，我居然站这个距离我都感受到了。我们再来问你特别准备的你的体型，好不好？来，请看 Apple 的九宫格体型，请出示。他的攻略赛题型分别有美妆时尚精品，嗯，你有参与，龙江动物园听说是你家，对，我家破台语平反，这没什么好平反，真的烂，白色婚纱，白色情人节，这几乎是你在乎的，嗯，小女人料理考验，哪里大卡聪明，请穿内裤，内裤，我有穿内裤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最后一个，你呼吁大家请穿内裤了。哦，大家都要记得穿内裤，还有安全裤。对，女生短裙安全裤也很重要，女生不能只穿内裤就忘了安全裤。那可不可以穿安全裤就不要再穿内裤了？这个人家看不到不会发现也可以。请选择第一个。好，第一个先美妆时尚精品好了，因为我有在主持美妆节目。美妆时尚精品三分钟倒数，请出题。题目是：使用市面上流行的负离子吹风机，主要的功效是什么 ？A. 锁住水分 ，B. 预防打结 ，C. 防止分叉。我的答案是锁住水分。来，请锁定。会不会太快？应该是吧。直接揭晓了，请。它除了它会在你的头发表层呢形成一层负离子，可以帮助锁住水分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是它可以帮助活化我们的头皮细胞，所以可以让新生出来的头发呢比较乌黑健康，而且也会比较光滑亮丽。第二，很快啊。下一个我选哪里大卡聪明是什么意思？不会神啊？要不拿个两个不会刮一下？我觉得这个感觉不错。哪里大卡聪明？应该是问一些关于聪明的问题吧。你真的在乎是聪明那两个字，还是在乎大那个字？在乎聪明，我希望可以平反一下。你光这样想就表示你也笨啊。是这样吗？聪明干嘛去验证自己聪明？哎，我就想选这题嘛。哪里大卡聪明？请出题。2分48秒倒数，题目是。英国牛
牛津大学研究发现，有什么特征的女性比较聪明 ？A. 胸部大 ，B. 屁股大 ，C. 小腿粗。我的答案是来屁股大。B. 屁股大，请锁定。为什么？屁股大会神，而且我没有讲错，而且很聪明，因为小腿粗一定是运动过多了。运动员的小腿都很健壮，然后胸部大绝对不可能，因为胸大无脑。你讲都是一些民间的俚语俗语。是真的啊，我妹妹胸部很大，你看她。尽量不要。我胸部就还好，你看，就比较。尽量不要攻击不在现场。哎，我妹妹嘛，没关系的。请揭晓。他答对了，是不是胸大无脑？是吧？这个我们一般呢，我说想要让补充脑的这个养分，希望让自己的这个头脑发育的更聪明，我们会说到什么？就是要补充鱼油 omega 3。那这个是来自于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呢，屁股大的女生，其实她在她的臀部周围的脂肪就会含有比较高含量的 omega 3，所以呢就会比较聪明哦，蛮有意思的研究。这一题你也拿到奖品了，嗯，来，白色情人节刚过，所以试试看，白色情人节。还有2分34秒，请助理题目是：日本发明的白色情人节，鼓吹收到礼物的情人要在这一天回礼。请问取名白色的原因是什么呢 ？A. 雪的颜色 ，B. 砂糖的颜色 ，C. 天使的颜色。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对。我的。2分钟倒数。我的答案是，猜一个。砂糖的颜色 ，B 砂糖的颜色，请锁定。怎么样也猜雪或天使，猜雪的颜色举手。可是我觉得不可能那么简单。猜天使的颜色举手。猜砂糖的颜色举手。我，你看，展元你不举手，我举天使。他举天使。好，请放下来。因为我觉得砂糖的颜，砂糖甜甜的，会不会有可能？你不觉得3月是日本的最后一道雪吗？对，我是这样觉得。是吗？我是觉得3月还下雪，那就是你命定的情人。不会猜。哦，我还想要答龙江动物园。拜托啦！白色情人节本来就是商人哦，想要再卖更多的东西给我们的手段，所以呢，它的起源是来自1977年在日本福冈的一个甜点制造商。他就说呢，如果呢你在这一天你喜欢的人，你就要回礼，女生就要送他糖果，因此呢，在这一天也叫做糖果赠送日。那糖果的这个原料就是白色的砂糖，因此就叫做白色情人节。恭喜得到意外的智慧金币。再选。好，我要选第四题。龙江动物园，我养很多宠物。龙江动物园，请出题，1分52秒倒数，题目是：请问哪一种家中常见的宠物也有可能会感染艾滋病 ？A. 猫 ，B. 狗 ，C. 兔子。我的答案是1分40秒，快，兔子，请锁定。猜的，我没有养兔子。我有养猫，有养狗，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他们会得艾滋病，所以我猜一个我没养。切，别笑。不是兔子，那是谁？答案就是猫，猫也会得艾滋病哦。而且呢，猫它们的传染途径跟人类一样，都是通过血液来传染的。那么也跟人类的这个治病的整个途径非常的相同。猫在得到艾滋病之后呢，同样会有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潜伏期，都不会看得出来它的外观有什么不一样，很可能会因为第二次感染才会发病致死。但是呢，大家也不要太担心，纵使呢你的养的猫得了艾滋病，猫也不会传染给人，人也不会传染给猫，这是不能够互通的。恭喜得到一万的智慧金币，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奖品可以告诉大家吗？来，上华，我们要恭喜 Apple 得到的是 Dyson 的吹风机，这个气流提升了3倍，可以很快速的吹干你的头发，而且呢，每秒可以测量温度20次，可以保护你的头发，可以自然有光泽哦。漂亮，太好了，恭喜，
谁让你呢？不仅人美，头发也要漂亮。真的，以后头发也要美了。好了，马上进行终极惩罚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没有多得票，是一人一下结束。耶！我先处理你啊，陈哥，我们都客家人，你知道？你跟大家说一下，你今天跟大家道歉呐、啊，来，拜谢哦，拜谢哦，来莫纳多，讲不好再多谈一下。哎，啊，我们客家相亲，客家，啊，听说很痛，没有啦，真的吗？不会啊，他很怜香惜玉，鼻子是真的吗？真的啦，那就好了。不用担心。你好残忍，学长。好了好了，没拿到奖还掉一堆嘞，吼，很会掉。恭喜拿到奖品的朋友，漂亮，开心开心，好厉害。今天我们文化四星之战，恭喜四星最后胜出，对吧？没有，今天战成平手。60分钟自然而然的学习到所有的应该要知道的知识常识，啊，我相信这样子可以大大增加你各位的智慧的筹码。如果你觉得这节目是不可多得的好节目，别忘了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东森频道，请锁定我们的全民新攻略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。